天津海昌极地海洋世界，场馆造型犹如一只巨大的鲸鱼。海洋馆从世界各地引进200多种海洋动物，同学们可喜欢与这些海洋精灵零距离接触了。这不，他们又来到了极地海洋世界，今天他们将和哪些动物亲密接触呢？极地海洋世界化身神秘珍宝岛，各路动物明星悉数亮相，海狮、白鲸纷纷拿出独门绝技，我们的队员风格迥异，比赛现场精彩纷呈，搞笑上演。哇呀！嗨，你们好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读书郎智能手表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快乐体验》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，将在这里进行一场动物运动会。没错，今天参加我们动物运动会的不仅有非常可爱的动物们，还有我身边来自于天津塘沽实验学校的同学们，你们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你们都喜欢什么样的海洋动物？我喜欢海豚，我特别喜欢企鹅。事不宜迟，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体验。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关的比赛，第一关会见到什么样的动物呢？你们猜？海豚、海狮。算你们聪明。接下来我们要见到的就是海狮。那今天这个比赛的内容就是你们要模仿海狮行进的步伐，你们和海狮一起来比赛，看两个队哪个队的时间用时最短，就可以获得这一关的胜利了。你们就可以获得一颗星星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马上就要见到海狮了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好激动，似的，很兴奋，很兴奋。好。非常的高兴，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他们。我就是很兴奋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见海狮。我从电视上说它很萌，所以我很期待。很萌。好，究竟哪个队可以获得这一关比赛的胜利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海狮。因为脸部与狮子的脸相似而得名，是海中的哺乳动物，它们的四肢都已演化成鳍的模样，方便在海洋中活动。海狮也是一种十分聪明的海兽，经过驯养之后的海狮能表演顶球、倒立行走以及转圈等技艺。它们的胡子比耳朵还灵，能辨别几十海里以外的声音。哇，不知道我们的摄影师叔叔能不能拍到这一幕啊，这是他在跟我们敬礼。哇，握个手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就是以前就感觉它的这个鳍，它软软的，一握手感觉其实它是很硬的，还是蛮硬的啊。哇 ，kiss， 哇，好棒、啊，怎么样？被这个海狮亲了一口，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吓死我了！吓死你了，多可爱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主要是因为海狮。在这个嘴巴边上有胡须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扎到你？有没有觉得很痒？有。很好玩哈。好了，那我们都做了一些这个亲密的接触之后呢，我们要进行我们的比拼了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首先呢，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海狮皮皮它是怎么倒立行走的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哇！请就位，一个来回啊，到那边然后再折返回来。哇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您现在收看的是快乐体验，这是我们少儿频道有史以来第一次，我们的小朋友和我们的海狮进行比拼，究竟谁更快一点呢？好，准备开始，加油。哇，显然我们的海狮的速度要比我们蓝队要快，海狮已经率先到达了我们中间的折返点，海狮在回来的路途中间进行了片刻的休息。我们发现海狮特别喜欢我们蓝队的队员，行进到半路还要左顾右盼看一下我们蓝队的表现，看看我们的海狮动作多么的标准。好，现在还剩下最后的2米，哦，我们的海狮率先到达终点，蓝队还剩下最后的1米。好，陈思雨终于用手接触到了我们的终点，红队的队员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计时开始，加
油加油加油！哇，现在两个队是齐头拼劲，但是海狮是略为领先，海狮完全起到了一个领跑的作用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的粉队率先到达了中间的折返点。哇，还是海狮最快！哇，又是海狮最先回到了我们的起点。来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时间到，比赛已经结束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两队的成绩。首先上场的蓝队，你们用时是1分47秒。再来我们一起看一下红队，我们的红队用时是1分33秒。红队战胜蓝队，轻松取胜第一关第一个环节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第二环节的比赛了，依然是和我们可爱的皮皮一起来比赛。那什么样的比赛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道具。哇，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圈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要和我们的皮皮玩这个比赛了。第二环节的比赛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演示吧。哇哇哇，真的好棒！哇，他自己会把圈套进自己的脖子上，那我也可以试一下啊，来试一下啊。好，哇，真的配合超级默契，哇，我实在有种特别内疚的感觉。不过待会儿如果比赛的话，这个就不能算你们的成绩了，好吗？所以最后一个啊，还是套给我自己吧。好了，这个游戏很简单了，对不对？那每个队呢有15个圈，也就是有15次的机会，哪个队套的越多，就可以获得这个环节的胜利。先派出的就是我们的红队了。好，红队先来，来雨天成，来交给你，准备，开始。第一个套进了，哇！真的好棒啊，哇，4个，哇哇，真的好棒，怎么样，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好玩啊。好好玩，好，非常好。好，来下一个。好，开始。哇，第一个没有成功。哇哈哈，哇，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。哇，好，还剩下最后一个，很可惜，佳美冷没有能够完成任何一个啊、这个圈，感觉怎么样？秦建文，加油，开始。哎呀，哎呀，两个，不要着急啊，不要着急，因为我们不限时。哇。哇，好的，邢静文终于成功了一个哈、啊、恭喜红队，我们获得了6分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一起来看一下蓝队的表现吧。哇哇，哎，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哦，加油。大家好，我叫程思玉，我的爱好非常广泛，比如说钢琴、扬琴都是我的最爱。我非常喜爱体育运动，跳绳、投沙包都是我的强项。说起最喜欢的海洋动物，那要数北极熊和海狮了，因为北极熊毛茸茸的像个洋娃娃，非常可爱，而海狮非常聪明，我最喜欢看它与驯兽师的互动，它们就像驯兽师的孩子一样听话懂事，又有些小调皮，所以我非常喜欢它们。哇，他这个速度相当快，哇哇，这个很遗憾，他的速度很快啊，
啊，最后一个，哇，太棒了！陈思玉觉得怎么样？蓝队的两名队员啊，已经完成了比赛，总共你们套进了五个圈，而我们的红队刚才的成绩是六个圈，所以只要最后张鹏能够投进两个圈，你们就可以获得第二环节的胜利。怎么样，张鹏有没有信心？好的，成功一个。哦，很棒哎！三个，四个。第二环节，于天成表现真的非常不错，五个全部投进了，所以我们要给你一些奖励了，对不对？要奖励，同时也要奖励一下我们的海狮皮皮，你可以喂他一点他最爱吃的小鱼。哇，好棒好棒，皮皮！第二环节应该说我们的蓝队表现得更加出色一些，他们套进了九个圈，所以在第二环节中获得比赛胜利的就是蓝队。同时我们要谢谢皮皮，谢谢皮皮，谢谢，拜拜。在第一关第二环节中，蓝队取胜，获得一颗星。第一关两队打了一个平手。刚才爬的时候，队员们都很用力地帮我，让我快点走。海狮的上肢力量特别的强，套圈就是海狮特别配合，我要是有一点偏差，他都可以给我套回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蓝队的张鹏。在刚才的比赛中呢，第一轮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输了，在第二轮和海狮一起套圈中，结果很出乎我的意料，因为我投进了四个圈，皮皮配合的也很好，所以我很开心，希望在下一轮的时候有更好的表现。白鲸生性温和，通体雪白，现存数量约10万头，十分珍惜。白鲸的叫声变化多端，脸部表情非常丰富，被称为海中金丝雀。白鲸的潜水能力相当强，是海洋世界的明星之一。接下来的比赛难道与白鲸有关吗？哇，在第二关呢，我们每个队又请来了一位帮手，我们的蓝队请来了，这是海龟博士。哇，很厉害啊。我们的红队请来了，哇，很可爱的企鹅。那接下来这关我们就要和他们的好朋友一起来做个游戏。他们的好朋友是谁呢？那就是白鲸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白鲸码头。你们以前都见过白鲸吗？当然见过白鲸啊。白鲸有什么样的特点？他特别喜欢唱歌。对，他喜欢唱歌，因为白鲸是我们动物界的口技专家，他可以模仿各种声音。那这边的同学，你们以前见过白鲸吗？啊，见过。见过白鲸，喜欢不喜欢它们？喜欢。长得什么样子？白白胖胖的，而且它们的唇线特别的长，非常的可爱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两个队都穿上了雨衣，为什么要穿上雨衣呢？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白鲸的吐水游戏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。我们四头白鲸里面有一头不会喷水，所以你要做出判断，究竟是哪一头白鲸不会喷水。如果你猜中了，就可以获得胜利，好吗？每个队有三名队员依次来选择，最后我们要算一个总成绩。首先出场呢，应该虽然穿上雨衣，我们还是能看到啊，这个应该是我们蓝队的队员，你选择一下这头。好，那你就要站到这头的前面。很遗憾，我们二号、三号、四号白鲸都会出水，所以选错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一下二号队员表现得怎么样。好，来，有请下一位队员。好，来，你选择哪一个？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，会选哪个？我选一号。选一号。好的，我们要站在一号的身后。一号会不会喷水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来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第三位队员登场了。啊，刚才两名队员都没有选择正确，你现在要再选择一下，你觉得应该是哪一头白鲸不会喷水？三号。三号，好，做好准备。
究竟第三个队员能不能选择成功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哇，哈哈，三号白丁没有喷水，恭喜你，所以我们的蓝队最终可以获得一分。现在轮到红队开始比赛了。刚才我们看到蓝队有一名队员选对啊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你准备选择一二三四号的哪一头白鲸呢？四号白鲸在那里。好，究竟对不对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红队究竟选择的对还是不对呢？哇，这次红队的队员被浇了个透哈，浇的什么感觉？水有点咸。水有点咸，感觉怎么样？哈哈，你以为是选错了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有两名队员，来一起看一下第二名队员的表现。好，现在是第二名队员。大家好，我叫江美冷，因为我的肤色很白，所以叫小白。风一样的女汉子呢，因为我跑起来像阵风，平常也是女汉子的性格。我很喜欢大家给我起的这两个绰号。我喜欢声乐、跳健美操、画画和弹古筝。那其中我最喜欢的要是跳健美操了。我已经连续两年获得了特等奖。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白鲸，因为它非常可爱，全身白白的，头圆溜溜的，每当我看见它时都会非常的兴奋。四头白鲸你选择几号？还要观察一下啊。选择一号。好，现在第二名队员已经做好了准备，究竟一号会不会喷水呢？现在怎么感觉怎么样？很紧张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看看可爱的白鲸会不会喷水呢？我先撤了。好，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红队第二名队员究竟猜的对不对呢？哇，感觉怎么样？有点特别吓人，刚刚还没反应过来。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喷了，感觉好玩吗？但是很可惜没有猜对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还剩下最后一名队员，你会给他出出招，然后告诉他有什么样的经验吗？就是不要再站在我站的那个白鲸的前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名队员。我们看到前面你的表现非常的出色，那这一环节你觉得自己怎么样？还可以吧。还可以啊，非常的胸有成竹啊。那你看一下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四头白鲸，你准备选择哪一号？二号。哎，刚才队员已经说了，不要再选择他选择的那一头白鲸。现在在二号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究竟会不会喷他呢？红队最后一名队员究竟选择的正确吗？哇，错了，只有四号没有喷，所以我们的红队全军覆没。好了，那在第一回合的比赛中，猜对的只有张鹏一名队员，所以获胜的就是我们的蓝队。蓝队可以获得一颗星。在第二关第一环节比赛中，蓝队获胜，得到一颗星。好了，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，依然是要和我们的白鲸做亲密的接触，这次可是真的亲密接触。因为呢，我们两组队员要依次进行接力，从起点出发，然后迅速的到白鲸的身前与它亲吻，然后再回来给其他队员击掌，依次接力。那用时最短的那个队就可以获得这个环节的胜利，并且可以加上一颗星。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。红队呢？有。好，那究竟谁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回合的比赛。首先登场的就是我们的蓝队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准备计时开始，来，加油。好，好，第一名队员用了40多秒。好，不错。
第二名队员也完成了任务，来第三名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看到蓝队已经完成了任务，他们用时多长时间呢？我们待会儿红队比赛完了我们再揭晓。准备计时开始。好好，第一个队员已经完成了。好，击掌。哎，这个不错，速度很快，很好。哇，好的，红队计时停止，我们蓝队用时是1分31秒，而红队我们用时是54秒。那在这个环节获胜的就是红队，红队将可以获得1颗星。在第二关第二环节比赛中，红队获胜，第二关两队又打了一个平手。来丢喷水的时候，我其实很害怕，等到我选的时候，我没有选中那个不会喷水的海鹰，它喷得我满身都是水，那个水是海水，特别的咸。白鲸吸粉的那个环节，一开始第二个白鲸是不配合的，因为它可能被吓着了。白鲸的皮肤特别白，特别滑，然后被吸上去特别舒服的。我和白鲸亲密接触的时候，一开始觉得白鲸的嘴唇是软软的，但是一亲上去却是硬硬的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您将会看到动物运动会已经进入至关重要的第三关，海狮作为我们的运动健将又将登场。红队蓝队哪队将再接再厉又得一颗星？别走开，广告之后节目更精彩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第三回合的比拼了。在这一回合中，我们依然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海狮皮皮。哇，皮皮也是非常的骄傲，我告诉你他为什么骄傲，因为他有值得骄傲的技能，他是一个体操冠军。我们平时只能在体育馆里看到的，在海洋馆也可以看到，他会做托马斯拳旋，有没有见过？没有见过。你们会不会做？会。那我们这个游戏就给你们降低一些难度，每一队挑出2名队员，夹着球在原地转10圈，然后从我们起点出发，到了我们的折返点，最终回到起点，哪个队用时最短将可以获得本环节的胜利。你看看皮皮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是不是皮皮？是不是很着急？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海狮都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我们赶快开始第三关的比拼。红队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哇，转得好快啊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来，还能站得住吗？好，把球放在背后。慢点，好，现在红队，球不能掉，红队的队员现在和海狮齐头并进，一起向着我们的起点进发。哎呀，掉了，哎呀，好可惜呀。那我们红队只能再重新来一次。慢点儿，小心啊。好，现在已经转身了，红队他们俩的配合现在是越来越默契，但是刚才就是在这个地方把球掉在了地上。好，还有最后的一米。好，好的，红队完成了比赛任务，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蓝队的表现。准备计时开始。哇，3、4、5，我们的队员和海狮转的频率差不多，也快到10圈了。好，10圈，来，把球交给你们。
现在蓝队的球也快掉了。好，掉了，只能回来重新开始。来，好，来，好的。海狮好像也真是他们很好的朋友啊，跟他们一起进行运球的比赛，越来越掌握到夹球的，哎呀，太可惜了。十，好了，好，他们一起再喊一个口号，你们觉得这个夹球难不难？难。最难的是在什么地方？哎呀，又掉了，海狮的球也掉了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。蓝队的队员已经球掉了三次了，对不对？希望这次球不要再掉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，还剩下最后一名，加油。好，好了，托马斯运球的比赛已经结束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两个队的成绩。在刚才这个环节的比拼中，我们的蓝队用时是4分44秒，红队用时是2分34秒。那在这个环节的比赛中，我们的红队就获得了比赛的胜利，为他们加上一颗星。第三关第一回合的比赛，红队获胜，又得一颗星。刚才看到海狮啊，不仅会托马斯全旋，而且还会顶球。哇，平时我们这海狮顶球啊都是经过长期的训练，所以对于他来说很简单，但对于你们来说可不容易哦。所以你们要选一个平衡感最强的同学来进行这个比赛，好吗？你们选的是谁？张彤。好的，张彤。那红队呢？邢静文。你们为什么要选邢静文？因为他前线很高，平衡力很强。哦，平时就有平衡力方面的训练，所以很好。你们为什么要选张彤呢？张彤是学舞蹈的。哦，学舞蹈的，对，舞蹈也要转呢，对不 对？平衡感呢，哎，都要有。究竟是学舞蹈的张彤厉害，还是学健美操邢静文更厉害呢？来，做好准备。我的爱好有画画和长跑，曾经长跑400米，只用了1分25秒就冲过了终点。我喜欢的动物是企鹅和北极熊，我喜欢企鹅是因为它黑白相间的，走起来一摇一摆，就像一个舞蹈翁一样。我喜欢北极熊是因为它又高又大又白又肥，像个洋娃娃一样。计时开始，加油。哇，真厉害啊。哇，好的，张彤也没有放弃，来，加油。好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啦，那刚才呢，在这个环节的比赛中间，获胜的就是邢静文所在的红队。那这样，今天我们三个回合的比拼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将决出一个冠军的队伍。我们的蓝队获得了2颗星，而我们的红队获得了4颗星，所以获胜的就是我们的红队。红队的3名队员将进入到总决赛，他们比拼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第三关第二环节的比赛，红队的成绩远远超过蓝队，获得1颗星。经过三关比赛，红队一共获得4颗星，蓝队2颗星。根据比赛规则，得星少的蓝队3名队员离开赛场，获胜的红队3名队员进入第四关个人赛。刚才那一环节的时候，我们转完圈加球走，我们先转了10圈，然后特别的晕，然后一加球都不知
的方向往哪走，觉得这个环节挺难的，而且转完了非常的晕。在刚才的比赛中我们失败了，因为邢静雯的平衡力比我们每个队员都要强，但我们以后会继续努力的。大家好，你现在收看的是快乐体验，我们是在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。哇，这里实在是太美了。接下来就到了今天最为关键的比赛了，是我们红队的三位队员进行个人赛。耶、yeah!好了，那究竟谁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冠军呢？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环节要比拼什么。那今天你们将在海底世界真正的体验什么是潜水。当然了，潜水的同时还不要忘记你们的任务，看到没有？当当当当，你们的任务就在我的手上。究竟是什么任务呢？你们先来抽题好吧。看到我手上有三种不同的海洋生物，巨型石斑、金钱斑还有鹰鸟。好，你们先选择一下好吗？来抽下题。好，看一看是什么。哇，你抽到了鹰鸟。来，好，抽到了巨型石斑，那就剩下了金钱斑。你们都已经抽到了题目，接下来呢我来宣布一下比赛的任务，就是要下潜到我们的海底世界，然后用我们的相机拍摄你这张图上的海洋生物，哪位队员用时最短将可以获得我们今天比赛的胜利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如果潜入海中，你会发现这里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，里面充满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生物，从各种鱼类到人类肉眼看不见的微小浮游生物应有尽有。首先潜入水中的是于天成，一开始他有点紧张，在专业潜水教练的带领下开始慢慢适应水下世界。江梅冷、邢静雯两名女队员分别下到水中，很放松地在水下漫游，水底世界真的是太精彩了。于天成抓紧时间寻找自己所要拍摄的鱼类，他能抓拍到吗？可是下潜的时候就是出现了很多问题，耳朵疼啊，眼睛进水啊，再潜到一定程度我耳朵不是这么聋，呼吸管道也不是8-45层的，乱跑。我照的那种鱼就是金钱斑，白色的身体，身体上带有黑色的斑点。江梅冷要找到鹰鳐并完成拍摄任务，他在潜水教练的带领下像一条自由自在的鱼游来游去。呼吸的那个东西就掉了出来，跟我平常看在电视上看见那个潜水人员不一样，觉得看见他们非常的轻松，在自己做实践的时候就觉得还不那么容易的。我看见了许多鱼五彩缤纷的，非常可爱，跟他们一下亲近了，觉得非常的好玩。我要拍的那个鱼是鹰鳐，它的那个鼻子都肿出来的那种，跟还有加上那两个孔隙，跟个猪鼻子似的。
邢静文能够完成任务吗？海底的鱼类还真多呀，赶紧和他们打个招呼吧。我带那个氧气罩的时候下去，呼吸有点不太均匀，耳朵就嗡，然后就什么都听不到。鱼游过来的话就的声音。那个水实际上是比较冷的，我上来的时候已经开始发抖了。我是挺害怕，我总觉得鱼在我旁边走的时候，我会不会就是惊扰到它们？但是每回它们向我游过来的时候，即使我伸手去碰也碰不到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的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这一期节目在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。应该说两个队的队员表现的都非常出色，尤其是刚才啊个人赛你们穿上了潜水服还在和我们打招呼，表现的真的很棒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那这样今天我们的冠军也就产生了，那是谁呢？究竟是于天成还是邢静文还是江美冷呢？获得本期冠军的就是江美冷。好了，要把这个非常可爱的企鹅送给你，当然了其他人也有奖品啦，来送给你们，表现都非常出色哈。来邢静文，好于天成，今天红蓝两个队的队员表现的都非常出色，那今天我们快乐体验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